佛光山近邻绿生活长设展揭牌，环境部长彭启明、高雄市长陈其迈，还有表态参选2026高雄市长的三位民进党立委林黛桦、邱意莹、许志杰都来了。不过活动开始前五分钟，座位一阵大风吹。林黛桦晚20分钟抵达，坐在陈其迈左手边。不过这位置原本贴的是邱意莹的名字，换到另一侧跟许志杰一起坐。而许志杰旁边原本坐的则是缺席活动的柯志恩。我要求每一位首长都要拿到5张的证照，我现在已经拿了1张。好，环保局的张局长已经拿了5张。市长原本安排好联访，临时取消，改成台上致辞，似乎不想外界模糊焦点。我妈妈离开前，其实我记得一句话，她一直跟我说，那个扫地扫地扫心地，不扫心地空扫地。我纪念馆就在大树，就在我的选区，利用佛光山的力量，把它变成了一个宗教的圣地。尽管邱意莹座位调整，却跟市长要赶往同个行程。徐志杰后脚也离开，至于林黛桦则留下来跟乡亲把干净。2026高雄市长，光是民进党内，林黛桦、邱意莹、赖瑞龙、许志杰还有黄杰都被点名。安娜哥，你给我一定听到几点点吗？激烈啊！因为民进党不会有被吹错，那柯志恩几点点？角逐下任市长人选多，除了国民党推派的柯志恩，民进党被点名的至少有5个人。最后由谁出现，各方人马开始布局。三立新闻张哲如会山高雄报道。